我的小名叫香菜，好吗？我是专门扫香菜的人，我可以生吃香菜，所以我只要看到香菜，我就会抓。你们都是我的人，我也是你们的男人。准备，自从听到那段所谓的黑暗骑士前面的那个 rap 很喜欢吧，很多的歌迷反应，但其实那个 rap 不是黑暗骑士的 rap， 它是我的新歌的 rap， 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。来到兰州吃兰州拉面，终于有机会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每次从聊天当中听到的一种料理。我刚好了，它有两种肉给你。嗯，好吃哎，这是牛腱，这一般的牛肉。我问哥，你是吃香菜的人还是不吃香菜的人？我的小名叫香菜，好吗？我是专门扫香菜的人，我可以生吃香菜，所以我只要看到香菜，我就会抓，把它所有铺满。香菜跟葱，你是吃香菜的人吗？我超爱香菜跟葱。嗯，那我们是同类。Show， 有点过年的感觉。我们春节就是吃那个金桔咖啡，可以喝到过年的感觉。新加坡过春节会吃橘子。Show guys。JJ 传奇。篮球 Day One 拦不住我们，拦得住你吗？拦不住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的男人。我们都是 JJ 传奇的人，你们都是我的人。我也是你们的男人。
下也罢，握不住的他放下也罢。刚唱完演唱会，耶！我们在兰州，我们在兰州，耶！刚唱完演唱会，谢谢大家的多年的陪伴，然后谢谢大家一直跟着 JJ Twenty 在巡回跟进行中，这样子对。夏天来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穿着夏天，结果是凉的？在上海，我穿的这么厚，结果这么热。在想什么？第一场演唱会的时候，没有在想什么，在腿软，想说我要怎么顺利把这么多首歌曲可以一连串的完成。那时候可是没有提词器的，但是没有这个科技，所以真的是必须要，很努力的把每一句字、每一个字句都想记得很清楚，每个动作，反正就是没有发生过，第一次，所以很紧张。200场，我其实也没有在数，所以就是一直在做，一直在做。我发现哦，200场是一个非常棒的里程碑，所以好好珍惜就好。对啊，珍惜每一场，然后可以很开心，大家这些年的陪伴，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里程碑，耶！哦 ！Day 20，篮球 Day 2，切切。今天晚上是兰州第二场，也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二满场演唱会。200场，我现在要来一点特别的。我想会让很多没有来到现场。很酸的、啊。